那今天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角色，子杰来帮我们分析一下。对你这中年的部分，应该就是你咯。我看起来像中年吗？你是中年啊，那屁孩是青少年，青年嘛。是是，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。怎么？你是中年嘛？对，他是青年嘛？啊，他是老年，老年。对对对。哦。没什么特别意思，好，不免俗啦，好不好？要问一下吧，要问一下，哦，这样的人物设定很有趣啦，好不好？再次掌声欢迎所有《森林之王二》的所有的选手，我们请陈聪要留步了哈，先谢谢台上以上所有的选手朋友，先回座休息一下了哈，掌声鼓励。陈聪，接下来 it's your turn， 对 ，OK， it's your show time， 掌声鼓励，欢迎陈聪。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我在节目里面跟悠悠老师一起合唱的《追光者》。是，请回座休息。
好可爱哦。还有人问我说，我现在下台是应该的，人生很多的第一次，好不好？之后他们就超级厉害了，再次掌声送给陈聪。哇，待会还有，今天一连串哦，到我们晚上的6点钟。